当然截然不同了。那么中华职棒请的第二位来帮忙开球的是一位电玩美少女，只看到她模仿日本写真女星的打扮，果然也造成了话题。穿着暴露装的瑶瑶替中华职棒20年牛熊首战开球，举手投足间都让球迷为之疯狂。这球怎么歪了？对啊，但是很开心。给自己打几分？当然七分，满分十分的话，6分7分。球衣特别改成超短小可爱，搭配金色亮片比基尼，暴露细腰翘臀，瑶瑶的魔鬼身材展露无遗。但这身装扮是不是有点眼熟呢？原来完全是仿照日本写真女星新野雅希，整体造型都是仿新野雅希呀，对啊，就是为了去有个话题性。瑶瑶说她最喜欢的球员就是陈金锋，不过外界关心的是瑶瑶到底有没有被迫签下不公平合约。其实这件事情都不是我在处理，对，因为我完全也不知情，对啊，可能就要请公司，对，因为真的我完全就不知情，对啊，因为公司有通告我就上。虽然经纪人规定以后瑶瑶的造型要看到她裸露性感几乎不可能，但可以确定的是瑶瑶的好身材已经让她在演艺圈闯出知名度。 TVS 新闻赵丽、林奕邦、林玉信 SNG 小组高雄报道。